观众熟悉的香港四大才子，有三位已经离世。黄沾因癌症病逝于二零零四年，金庸在二零一八年十月三十日逝世，倪匡于二零二二年七月仙幼 剩下出生于新加坡的蔡澜先生，八十二岁高龄，去年摔伤后一度传出病重。他在近日接受采访，对于传闻一笑置之，让大家别担心。他可能比那些传播谣言的人活得更久，直言正在享受“活一天过一天”的人生。步入晚年，蔡澜与太太分房睡，太太在自己房间摔倒，传出巨响。 蔡澜与佣人都第一时间冲到他的房间，结果蔡澜在过程中也摔倒了。蔡澜说：“太太非常幸运，她出事后很快就离开，没有承受太多痛苦，反而她受了罪，髋关节跌断。一年过去，蔡澜仍处于隐居状态，偶尔出席活动，但人变得消瘦，行动不便，出外依赖轮椅。” 他告诉媒体，自己正在做物理治疗跟康复运动，为了提高晚年生活质量，他搬到香港尖沙咀一家酒店服务式公寓居住，租了全海景套房，那里可以饱览维多利亚港美景。每天醒来只关心怎么过好日子，其他事情全部都不管了。蔡澜到底有多少身家，外界并不清楚。但太太离世后，蔡澜也开始安排自己的后事，为老婆收拾遗物时，突然觉得自己需要断舍离。 而且要在死亡来临之前好好享受人生。当然，活在当下是蔡澜这辈子的人生信条。他说：“网友不用担心，或者我会活得长命过很多人。我一直不停的享受，直到现在。希望活好人生每一个阶段。” 重提太太离世，蔡澜的情绪没有太大波澜。他说：“现在尽量不去想念妻子，就不会觉得难受。我受到了好友倪匡的启发，只要不想，就不会痛苦。”蔡澜拥有很多收藏品，妻子离世后，他不想有太多负担，将收藏品送给朋友。最先送走的是书、字画，然后是古董藏品、家具、桌椅，差不多全部送走。 唯一留下的是茶叶，当年八元一饼的普洱茶，现在一万元也买不到。我自己留下来慢慢喝。蔡澜居住的酒店是公寓，一梯一户，有专属电梯直达。公寓内包含客厅、睡房、佣人房、洗衣间、厨房。他还聘请了秘书、助理、保姆、司机等，一共八人团队陪伴他，日子过得绝不孤单。秘书为蔡澜处理公务，助理给他安排生活琐事，护士、管家照顾他的身体，司机负责接送。 早上有物理治疗师陪他做运动，晚上有专人来给他按摩放松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一对来自印尼的母女分日夜两班为蔡兰做家务。 蔡澜不方便出门，但他会约朋友上门聚会，请有名的厨师来给他们做饭。蔡澜说，到了八十二岁，他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走，所以日子过得随性。我现在想几点睡就几点睡，想几点起床就几点起床，朋友都不敢管我，我是活一天过一天的人生，什么都无所谓。蔡澜坦言，如果有人劝他戒酒、戒烟或者早睡早起，他会立刻赶走对方。现在每天都是烟不离手，酒用来招待好友。 有一次喝酒醉了两天没醒，他的弟弟到香港看他，怎么叫都不醒，还以为人走了。蔡澜享尽荣华富贵，他说自己没有什么遗憾，即便有，说出来也没人帮得到。曾想过百年之后骨灰洒入大海，但一旁的助理马上提醒，现在不可以了，向海中乱扔垃圾是违法的。蔡澜哈哈一笑，透露已经在新加坡买了刊位，但他更喜欢香港，反正他现在不缺钱，资产变现只留现金在手里。 如果卖掉旧居的话，可以够他吃很久。金庸曾这样评价过老友蔡澜：见识广博，琴棋书画，酒色财气，吃喝玩乐，文学电影，样样都懂。食色性也，美食家蔡澜曾在节目中毫无避讳地谈自己的爱情观。在十三邀里，他面对许知远的提问：“您交过多少女友？”他笑言：“几十个有吧。”许知远问：“有六十一个？”蔡澜答：“一年一个，不过分吧。” 此话一出，吃瓜群众忍不住惊叹：“这老头子可真敢讲！”被问到谈恋爱要怎么练习呢？蔡澜说：“就是丑的照杀。”相信很多人看到这会骂他老不正经，古稀之年言谈豪放、低俗趣味。 许志远却称他为当代最懂享受生活的人。蔡澜风流的背面，透露着潇洒一世的豪迈和为人处世的哲学。正如他在婚姻内结交各色女友，却从未被八卦杂志拍到与女性友人亲密照片。蔡澜从小在戏院长大，耳濡目染，对电影十分痴迷，喜欢的电影。 看上十几遍、几十遍。十四岁时，蔡澜在《南洋商报》发表了第一篇影评，拿到稿费后，迅速呼朋唤友到酒吧潇洒一番。此后每篇稿费的去处大抵都如此。也是从那时起，蔡澜身边就没断过女友，个个长发飘飘，身材高挑。 他的才情与风流与日俱增，终于搞出件大事。还在上中学的蔡澜把一个大自己五岁的姑娘弄怀孕了，又没法负责，姑娘吃下安眠药，幸而被救了过来。 这件事后来还是靠蔡澜当校长的大姐出面才摆平。不过蔡澜好似并没太受影响，拍了拍屁股出国了。蔡澜首选的出国地是法国，妈妈急了，法国喝酒太厉害，别去。蔡澜又换成日本，妈妈点头，日本好，日本人是吃白饭的。妈妈没想到日本不只有白饭，还有清酒和开放的女性。十六岁的蔡澜深受邵逸夫赏识，成了邵氏电影的驻日经理，主要职责就是购买日。 日本电影在香港发行，年纪轻轻就站在了娱乐圈顶端，自然对于恋爱，他也如鱼得水，解锁了许多经验和技巧。李汉祥赞他学贯中英日，情同海陆空。 纵使如此，蔡澜的工作能力和效率还是相当亮眼的。邵氏任何难以搞定的事情，只要叫出蔡澜，不但迅速解决，而且还花钱不多。在台湾，蔡澜接触古龙，想从他手里买版权，两个人嗜酒好色的男人一来二往成了朋友。他们谈天说地，非常愉快。蔡澜亲自操刀拍的第一部电影。 便是和古龙的作品《萧十一郎》回到香港后，恰好当时邹文怀导演离开邵氏，自立门户开嘉禾公司。蔡澜运气好，一进公司就当上经理，电影卖座，邵氏公司赚翻了。那时候拍电影都在拼数量。 电影质量每况愈下，小成本的风月电影赚的荷包满满，长期拍低俗片。风月电影，蔡澜心生抗拒，这跟他期望过的电影事业大相径庭。有一天，他推开老板邵逸夫办公室的门：“我们有没有可能拍十部赚十部，再拍一部不赚钱的？两代人两种思维，邵逸夫接受不了。为什么蔡澜这代年轻人放着钱不去赚，要讲电影情怀？” 蔡澜是心窍通透之人，见老板听不进自己的建议，再加上自己不愿意再像个机器一样制作电影，索性辞职了，不做电影。他拿起了笔当作家谋生。六十年代，金庸创办的《明报》成为香港的大众刊物。 凭借写武侠小说积累的粉丝群庞大，《明报》的销量极好，队伍日益壮大。倪匡也是武侠小说爱好者，成为了《明报》专栏作家。湘江四大才子开始相遇。一次饭局，蔡澜跟另外三人讲自己辞职的事：“以后我不做电影了。”说完，闷了一口酒，眼神流露出失落。金庸见状，发出邀请函：“来《明报》写专栏吧。” 他给自己的一个专栏命名为“未能食宿”，意在表达自己未能实现的欲望。例如，他写开妓院呀，小时候也有这个愿望，像古代的青楼那样，女子都是琴棋书画样样精。读者问他，世上还有这些女孩吗？蔡澜答道：“有的一万元月薪不来，给他三万元总会来的。”他总是这样自信。蔡澜天生就是个奇才，对一切新鲜事物有着敏锐触角。 连去夜总会喝花酒这事都能被他发明出一档访谈节目来。当年黄沾和林燕妮十四年感情作罢，倪匡、蔡澜为了安慰失恋的老友，就常常三人跑去夜总会喝酒寻开心。包厢里伴随歌声酒气，三个大才子滔滔不绝的讲，将一屋子姑娘逗得合不拢嘴。蔡澜寻思着，咱们为什么要花钱喝酒，还要反过来逗笑一帮舞女？ 有没有可能我们这样的聊天方式做成一档节目，请明星做客，边喝酒边聊天？一九八九年，迄今为止最不正经的综艺访谈节目诞生了，《今夜不设防》。三个老顽童邀请娱乐圈大咖们来做客，林青霞、张国荣、钟楚红、成龙都是做上宾。香槟开好，边喝酒边谈，聊天话题百无禁忌，观众看得直呼过瘾。 由于话题大胆敏感，被列为十八禁，需家长指导下收看的节目。蔡澜事业的第二春风生水起，感情线遍地开花，名气就像吸铁石，人一旦有钱有名，慕名而来的花花和蝴蝶自然往你身上扑。况且像蔡澜这类风流才子，更是招蜂引蝶。他总说婚姻制度是野蛮的，逼人死守着一夫一妻太不合理。然而， 憎恨婚姻制度的蔡澜，还是娶了方琼文。方琼文也是电影制作人，能力没话说，做菜更是一流，连蔡澜都不得不服。可蔡澜说娶她的原因，是因为家里长辈念叨了，自己也觉得有责任要照顾她一辈子。蔡澜说起来云淡风轻，看似有他没他无所谓，然而事实却并非完全如此。 他的生活中一项很重要的内容就是和妻子逛市场，两人一起选购食材，回家后做上一大桌想吃的。如果菜品实在太多，就会邀上三五老友据菜澜形容方琼文的手艺很了得，对美食的品鉴也一点都不亚于菜兰。不过他很少亲自下厨，有时菜兰想吃 A，他可能会给菜兰端上 B 来。 等到蔡澜忘记 A 了，方琼文又出其不意地端出 A 来。哪怕结婚几十年，蔡澜依旧猜不到方琼文行事步调和方向。即使两人已银发满头，蔡澜仍常牵着方琼文的手。 脸上也总是挂着笑，有时方琼文不在身边几天，她就会情不自禁想他。一起相处了几十年，犹如新婚。方琼文确实不管蔡兰，她知道丈夫身边莺飞燕舞，就是做个节目也要带着好几个美女前往，但她给人的感觉就像事不关己。 这样的态度不由得让人怀疑她究竟爱不爱这个男人，想法已无从得知。但蔡澜却是真真切切用伤痛送了他最后一程。方琼文摔倒去世后，蔡澜肉眼可见的衰老，把家里的物品送的送，朋友卖的卖了，最后把房子也卖掉，换了套海边公寓。对他来说，这是场断舍离，是下一段人生旅途的开始。